慢的会降低上去。可是现在我们经历的是图上这个红色这条线，也就是真正量测的是虚线，我们模拟出来的就跟真正那个测量的是一模一样，这是加上了人类的影响。这人类的影响包括了我们在大气里面放进去了过量的温室气体，包括了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啊，减少了许许多多热带雨林的一个面积，把这些因素都能加上去以后呢，我们赫然发现我们所带来的影响真的是跟我们所经历的完全符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人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显著，而这个显著呢，它会延续的这个时间呢，从目前估计来说，大概会延续到3到500年，也就是未来的3到500年之内呢，地球它会努力去调节。但它还没有办法把人类的影响很快速的消除，它过了3500年以后呢，它会把整个人类所带来的这个高温的引力趋势把它拉回去，然后再慢慢的回到原来它应该慢慢降温，也就是未来9万年会越来越凉的这个轨迹上面去。所以我们现在人类呢要面临一个情况，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的3500年，我们要经历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带来的伤害、干扰、破坏引起的这个我们暖化现象会持续这么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这个发生了，地球会努力的去因应、去改变、去调节，但是在调节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所经历的伤害跟冲击也是人类已经难以去承受的，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危机。所以我们人类犯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，也做了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实验，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活活的大气层里面呢，放进去了过量的温室气体。因为温室气体在地球历史上面它有上下起伏，但是从来没有像我们今现在所观测的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它所增加的量会是这么的大，这是我们人类所犯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错误，但是也是做了一个